维新圣教，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义经大学104学年联合结业典礼，请全体贤士同修恭向宗主上混下圆禅师行三问讯礼，恭请慈悲开示问讯。再问讯，三问讯。阿弥陀佛，我们大慈大悲维新圣教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伏羲世祖、女娲世祖、列位祖师圣神、活菩萨啊，当下啊，我们中华民国啊，立法院前院长王院长金平先生啊，中华民国考试院前院长姚院长嘉文先生，以及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义经大学校董以及义经大学名誉董事、各单位主管、所有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各位贤士，啊，我们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堂住持、各单位主管、和会大众，阿弥陀佛。啊，今天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在中华民国105年的9月18日，也是农历8月18。8月18在易卦的数，着地萃，萃则汇集我们每个人生生世世累劫以来我们的潜能大智慧，在这一生依教本愿，依教奉行，依法而修，来做利他，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的和平而共修一切王禅老祖所传的圣法，至今已经有33年过了，第34年迈向未来千秋万世，所以今天的意义啊，非常的殊胜。我们也很荣幸，我们邀请了啊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呢王院长，以及考试院啊院长呢姚嘉文姚院长啊，还有各位贵宾、各位贤士同修们一起在这里，我们尊天华子，将我们在这一生和礼节所修的，在第34年的开始呢，我们要将我们过去所有的一切智慧、上善智慧呢，以这一生我们把它供养出来。所以早上王禅老祖一大早呢，开示勉励，要我勉励大家。即身即佛，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身是佛。
佛教佛陀所开示的即生即佛，佛者是智慧者，我们大家要成就为有智慧者。我们来到世间上走一趟，一定要自我修行，自我修正过去偏差的思想，只利自己不利他，这种错误的想法不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所要追求的。所以各位贤士同修们，记住，我们的心就是佛，就是有觉悟的觉者，觉悟者有智慧者。那你想要有智慧呢，佛陀所开示的八正道，孔子所开示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的易经大学贤士同修分成八个阶段在修行。去年已经有平心贤士结业了，我们明年才有平心贤士，今年我们的贤士进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进阶的有2959位进阶过至进阶，这是八德贤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宇宙虚空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老师，大家都是有缘相互维系的这个情和缘，不要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这样我们这一生我们就白走了。我们伤害他人并不能保有自己永恒的生命价值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学习宇宙虚空山河大地，它的相互包容与调和。所以我们今天结业典礼阶段性的2959位在这里恭喜各位，你们也都已经过有进阶。那么即身即佛，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身是佛。是不是我们所呼前的是，而是我们那颗心依教奉行，依教八正道八德八卦，这个真理能够好好用在生活上，那就是那个就是是，那个心就是佛，那个身就是佛，那是讲未来成就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是我们忘了忽略了。所以今天借着这个因缘呢，勉励各位，我们要修成正果，是身是佛，是心是佛，即心即佛，即身即佛。那么我们来到世间跌跌几十年中间，日头赤炎炎，虽然过世命，所以进入宗门来修正法，我们就不要去忽略了，不要随便退道，退道还是要从头开始，那就很累，人生没有多少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在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法师讲师都很辛苦的，非常辛苦的带着各位早出晚归，三更半夜，你们回家睡觉了，
我们的法师还在教室整理的资料，而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法师讲师们的伟大和辛苦。所以今天结业了，我们应该对所有的法师讲师们啊，致上最诚挚的感恩。我们用鼓掌来谢谢。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本维新圣教啊，因应世间的需要，有很多的单位，42个道场，啊，8个单位，都是给我们学习修行、修成正果的一个法门。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们，尤其基金会支会长，3700多位的支会长们，啊，以老祖所开示的法去接引有缘的人，我们不是要为了一个月100块，啊，算公本呢，划不来，而是各位这个缘是钱没有办法计算的，所以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呢，所有的董事们和各分支道堂住持、各位法师们，啊，给基金会所有的支会长们，都给予相当的照顾、照顾，还有关心，关心社会上每一位所碰到的问题、所遇到的烦恼。啊，我们也很感恩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和法师们。我们的法门是鬼谷子、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所成就的，所以过去的我们就以鬼谷子学士研究会来作为接引众生的法。啊，现在已经整整12年了，所以尊天法子呢，啊，证明为台湾鬼谷文化学会，给各位提升，我们就邀请杨基东院长来担任会长，啊，与各位大家一起将鬼谷文化未来发展更进一步的把它法轮转动，啊，以达到老祖的慈悲世界和平。啊，我们今天也很感恩维新圣教学院在建设的过程，好，我们很多维新圣教学院，我们啊是校董、名誉校董，啊，还有荣誉董事们，你们的护持，啊，我们非常感恩的，啊，这段时间来，王院长、姚院长，还有林聪明啊，次长吴清基部前部长一直给我们勉励，所以我也啊坚持的啊，各位老长官给我们的鼓励呢，啊，我们一定会好好坚持我们的理念，啊，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那么今天结业典礼很多很多的项目，啊，还有颁奖等等呢，接着我们就请啊我们各位长官啊、嘉宾、贵宾呢，啊，各单位主管呢来做啊报告啊和勉励。谢谢各位，大家务必成佛，阿弥陀佛。
颁发《易经心法研究班贤士结业证书》，请何心、易心、信心结业贤士上台授颁证书，恭请立法院王前院长金平先生颁发贤士证书。颁发《易经心法研究班何心贤士证书，请苏文玉贤士代表何心结业贤士接受证书。颁发《易经心法研究班易心贤士证书，请林国仪贤士代表易心结业贤士接受证书。易经心法研究班信心贤士证书，请赖金水贤士代表信心结业贤士接受证书。恭请王前院长金平先生致贺词，掌声欢迎。我们陈其山，我们先主席，那里混元师傅，还有师母，姚泉院长，林聪明校长，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咱各位贤士，今日呢，是我差不多近十几年来。每一年都有来参加一个盛典，啊，这个盛典最主要也是呢，对有结业的一挂只贤士们呢，那么来参加这个结业典礼，而且结业典礼中间，同时啊，由我们大家最尊敬的混元禅师来带咱做开示，带咱颁发。这么多法师、讲经师、诵经师和讲师的我们这里的一个聘书，各位呢受颁证这个聘书啊，实在是一个无上的荣誉，也是受到最大的重视，相信讲今后一定对唯心信教的这个发扬啊，会搁再尽心尽力啊，会当发挥最大的功能。咱来讲，这个大禅师呢，最值得我来敬佩。啊，我马德达讲，我嘛真赞叹你，因为会当当讲，来开宗立教啊，这是真不容易的代志。啊，开宗立教，佮会当当讲发挥佮遮尼啊全面，遮尼啊深入。影响到民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成就。那么，咱的大禅师最主要是受到咱的圆禅老祖，也是咱一般咱的中华民族奉为是这个地性的这个贤师的王贤老祖。那么呢，来达。等于讲指派同款啊，来成立这个唯宗圣教，在这个人间上啊，那么来发扬到作者佛教、儒教、道教啊，这儒德学两种教育，即理念思想，啊，加发扬咱中华传统的这个文化和道德等等。所以因为开宗立教的宗旨啊，非常而且的正确。往东来讲，讲养玄蓄势，永远特殊，育民，尽民育德，爱让他讲，高尚其次啊，高尚其次，未来和天下太平。这立教的宗旨啊，非常而且的利他，唔是为着家己，为着全世界，为着全人类，所以这实在是非常好的而且的咱。所以这个立教，而且最高的宗旨。那么，
对成立以来，师父安尼一脚步，吼，一脚印，一直默默去经营，一直呢去发挥。所以到今日，咱会当能讲吼，有非常的成就，成立遐尼啊济吼的单位，包括像讲啊，咱的所谓啊，这个祖先功德的基金会，咱的文化传播的机构，咱的风水的学院，吼啊，咱的一挂所谓学术研究啊的单位，啊。甚至哦，电视台、以及个夜景、哦夜大学等等，这各单位呢，今仔日拢一直开销、开机线销，一直哦安尼影响各个广大下咱的社会，实在是哦成就非凡。啊，特别是夜景大学对成立哦，这个以来开设到近庭、中庭、哦长庭。A 这的学习的目标，那么学习的内容，吼包罗万千，人讲，吼上级天文，那么下级哈地理，啊，那么中学是人，吼是咱，吼这个人事人事，那么呢，吼，会使讲人生宇宙的代志啊，拢伫咱教授的。哦，这个课程内底，所以会当发挥着讲，予咱大家知影，了解着咱宇宙间运行的这个真理伫底，进一步予咱大家了悟着，咱人生在伫这个世界上，伊存在的这个意义，甲伊的价值是伫底。所以呢，哦，这个。所立的种所开的教，会使讲是吼非常远大、非常符合吼这个宇宙的这个真理的。那么到今日，咱大家所在，今日也是要来吼，对有2959位那只修习的贤师，已经有阶段性的成就啊，诶吼，这个完成，那么来啊颁发证书。所以我直接吼也要打咱所有。哦，咱只受颁发，哦，咱只聘书的所有的，哦，只法师、哦，讲师、诵经师，以及所有的贤师呢，吼，拢带恁恭喜，我来分享恁的快乐。啊，总是，哦，咱这个学术是不改，人讲唯勤是欢，啊，所以虽然咱完成到一阶段的这个修习。的课程，但是呢，啊，表面大家所要运用的业经啊，是无穷无尽，伊是循环，吼，一直服用的。所以呢，无穷无尽当然是无，会使讲万地深坑，的一个吼吼，这个学术。所以呢，希望讲各位啊，结业以后，搁再进一步去实施更加灌溉，吼，下咱家的吼。这个学术的课程，啊，甚至拢完成了呢，会当家己个自我去进修，哦，去体悟，然后呢，会当哦，真啊达到，哦，安尼好好会当当来运用的境界。啊，各位呐，哦，今仔结业以后，当然继续学习以外，最主要爱运用你所知所学，那么来应用你的周遭，下咱家的吼。哦这个吼啊，所有的众生，那么呢，也当通互人受益。那么相信业经的运用啊，是无限无尽的。哦，所以啊，伫遮，咱从咱所学啊，不论是吼啊，这基础业经、生活业经，吼，啊是讲吼啊，咱遮吼医药业业经，啊风水业经，啊是金属业经，拢会当实际运用伫咱啊这个社会上。那么来利益家己，个利益别人，这才是真正吼，咱吼这个学习业经呢最重要的目的。希望讲大家伫这个学哈海无涯的这个大环境内底呢，好啊，搁进修家己。我相信讲未来啊，家己呢吼，有影会当通
得到吼圣道吼的一个啊最好吼的一个大目标。啊，今日我搁在对吼诶咱诶慧能大禅师吼，也是师父呢吼，安尼来表达最高的敬意啊啊吼，这实在是最值得赞叹的一件大功德，也是大的志业吼。啊，而且吼诶，我祝咱大家虽然中秋啊吼。啊，已经过了，但是嘛是要搁中秋的假期内底，大家要搁同款啦，哦，会当收到吼，安尼，哦，上天会带咱庇佑，啊，过着一个平安、哦，健康、快乐，啊，有意义，而且人生，感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谢谢王前院长为我们致贺词。请爱心、人心、孝心、忠心结业贤士代表上台授颁证书，恭请考试院姚前院长嘉文先生颁发爱心、人心、孝心、忠心贤士等证书，掌声欢迎。颁发易经心法研究班爱心贤士证书，请石银涛贤士代表爱心结业贤士接受证书。颁发易经心法研究班人心贤士证书，请陈志宏贤士代表人心结业贤士接受证书。颁发易经心法研究班孝心贤士证书，请赖成伟贤士代表孝心结业贤士接受证书。颁发易经心法研究班中心贤士证书，请徐发聪贤士代表中心结业贤士接受证书。恭请姚强院长嘉文先生致辞，掌声。张老师、师母、各位老师、各位女士、先生、各位学员，大家好。大家早安，恭喜各位诶，结业、毕业学得足多。很多同学问我说：“老师，我来易经大学是要学什么好？”就是易经大学，或者是易经这本书，有很多东西会当学哩，会当学哩吼。因为张老师你甲咱强调讲，易经所学的爱生活化、生活化。所以我写一本书，这生活易经，就是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不是一个抽象、抽象的学问，伊是生活上会当用的物件。啊，真侪人无了解讲，到底伫学校要学什么好？其实来学校就要学知识、知识。易经本身就是知识，易经是一种知识。即我上课会伫咧强调。有上过我的课的同学，应该点下去一句话：易经是一种知识，啊，知识非常重要。英国一个培根教授点下讲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那里是一种 power， 知识就是一种力量。易经大序卦讲：多事乾言往行，哦，多事乾言往行，就是讲。叫咱多爱加捌一寡以前人讲的话，以前人做过的代志，因为这就是一种知识。什么叫知识？知识不是一寡资料，不是一寡书本啊读的一寡物件，不是安尼尔尔。知识是跩资料、资讯加上经验。无经验的物件，不是做知识。哦，知识就是资讯加上经验。所以各位若学到主的观点真多物件以后，唔单是讲我已经会晓了，以前这本书也是老师教授给恁教的物件，安尼唔是讲我学了会晓就会当就有够，不够还是不够，应该要身体力行，还有实行，
用在咱的生活上，所以这是张老师的强调生活易经化、易经生活化的道理。易经大序卦一直讲，讲这个都是前缘往生，就是叫咱讲，唔是干咱的经验，就看别人的经验。当然，家己的经验真重要，但是以前的人的经验，以前人讲过的话，以前人做过的代志，同款重要。大家拢知影，拿破仑是世界有名的战略将军、战略家，也是指挥军军事的司令官。伊讲过一句话，伊讲一般人用家己的经验，但是伟大的人、成功人用别人的经验，啊，用别人的经验，也用别人的经验。但是愚蠢的人、普通的人，哦，不成功的人，连自己经验都不用。就是讲经验，互咱会当成功。经验加上你所学的物件，做知识，知识会当互你成功。所以拿破仑一直强调，一定都要用别人的经验。你敢用家己经验还算好，连家己经验都无要学的，所以上当不学乖这种方式是错误的。所以这块呢，哦，这个就是现在咱学易经了，一定都要继续在实行在生活上，安尼会使，安尼才会使。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咱这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常常都爱去看古早一个代，像拿破仑不断咧读用历史，伊咧读的是战争历史，伊不断家己亲自指挥作战，伊真认真去检讨，而且伊最爱读古早人的册，看古早人的战争的历史。所以你看军事学校咧教战略，一定是教战争史。哦，以前的战争的经验，特别检讨提出来来研究，安尼会当学习足侪物件。所以咱同款，咱读易经的人，必须着家己的生活上学的物件，不断咧检讨，同时爱学别人的物件，别人的经验。所以易经大序卦所讲的，都是前缘往生，皆捌足侪以前的代志啊。听以前人讲过的话，看以前人做过的代志，这是易经的道理。我以前咧读易经，感觉易经较无啥了解，但年岁渐大，渐渐大汉，啊，经历足侪代志以后，感觉易经的道理用伫生活上足有意义。我特别足爱这个司马迁，就写书记，一个史记，那个司马迁咧讲一句话，哦。事易变，成功大。我感觉讲易经唔是干易经本书，肯定有足侪所在某些道理。所以书记、史记司马迁讲过，事易大，事易变，成功大。事的世界哈，易的是不同，变的是不同哈，不同要改变。事易变的是世界代志，若无同款，世界情况无同款，都要变。要改变，这是咱易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我这句话对我影响真大，因为读易经以后，咱拢知影世界还是家己个人所处的环境不断的改变，哦，不断的改变，伊的物常常拢无同款，甲以前无同款，今仔甲昨无同款，今年甲旧年无同款，所以咱做代志啊，随时准备应变，因为环境的不同。环境无同款，环境的变化，咱的做法嘛足侪变化，政党的轮替，即市场的变化，啊，即个气候的变化，等等足侪无同款的环境之下，咱要怎随时改变家己的做法甲想法，迄个是易经想要教咱。当然，司马迁阁讲一句话，有三字你就对，变与渐，改变啊慢慢啊来，改变。啊，就是咱的易经的渐卦，渐渐去渐，渐渐爱变，渐渐再变，袂使变了伤紧。所以真多易经的道理，我想各位同学、各位学员读到的中间拢学到。易经的渐卦是我上爱一个卦，因为足多人希望真多代志政策改变、法律的改变，真多改变，希望一夜之间拢改变，是无可能的。
啊，蔡英文做总统以后，足侪人甲伊指责，即、這个无变，迄无变，足侪物件爱做即个经济的改变，会当做啊到下一个需要。反正王院长做，佮做立法院长上清楚吼。咱个法律足侪，必须都爱改变，而且改变嘛是一夜之间才改变，因为是司马迁所说“变以见”。改变啊，渐渐来，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所以今仔王院长会直直看伊做完就做完久，做完顺序，伊就知影这道理吼。所以立民就进步党诶，这个推动足侪改变的过程中，这三年对我影响足大。哦，虽然我嘛认为讲，咱台湾足侪代志需要改变，需要变法，需要改造，需要做无同款的改变。但是我唔捌要求讲改变，不管对以前嘅政府，对现在的政府，我唔捌要求讲迅速立刻做足大嘅改变，因为变与渐改变咧渐渐来，这些道理已经讲足清楚，但是若无伫用伫咱嘅日常嘅生活，然后用伫咱嘅即个事业嘅发展，我想。是也无够，所以我相信各位伫这几啊年中间有足侪物件，希望各位伫遮内底会当用伫生活方面，也当伫生活方面，搁来了解易经真侪道理，恭喜各位会当结业，啊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各位，谢谢。我们谢谢姚前院长为我们致辞与勉励。结业贤士致感恩词，请苏文玉贤士代表结业贤士致感恩词。我们敬爱的师父上文下言禅师，我们敬爱的师母，我们敬爱的前立法院王院长，我们敬爱的前考试院院长姚院长，教育部林次长，我们幻变学院的严松院长，我们鬼谷文化院的杨院长，我们风水学院的陈院长，我们国际学院的严道院长，及所有的各位敬爱的董事、各位致辞、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准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本人非常高兴与喜悦，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有很多话想表达。在此，文艺只代表我们三界的十八位同修，请各位同修站起来，十八位同修。我代表陈国宝、叶新年、董德国、林万志、叶景光、简福生、许瑞儿、林秀华、吴文斌、陈文静、陈忠碧、方秋金、丁文君、周龙成、李永生、黄朝清、曾菊，还有本人苏文玉，谢谢各位。首先，我感谢维新圣教教主无量寿妙世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二十几年来的加持守护，三界同修增长智慧，成长慧命，慧命永存。感谢三界的每一位同修的父母的养育之恩，让我们有色身习法修身。我们更感谢我们伟大的宗主上稳下言禅师二十几年来的教导，
培养、提拔，让我们三界有所成就。弟子不忘师恩、祖恩、宗祖教导之恩，让我们三界悟道、正道、行道，升华中华文化道统。我们感谢师父。我们感谢大凡寺的住持莲童禅师提供我们殊胜的地方，让我们三界有所学习的处所。三界的同修来自不同的地方，真的谢谢莲童禅师。我们谢谢教务处多年来的提醒，让我们三界的同修二十几年来能获得核心平心闲事，迈向核心闲事，迈向平心闲事之路。三界的同修真的来自不同的地方，学习的易经妙法、结缘续缘，是今生无比的荣幸。我代表我们三界，感谢三界的每一位的家人、的亲人及我们所爱的人及所有协助的人，谢谢您。文艺来自于北县的乡下，生活并不是很快乐，年轻的时候前途仕途并不理想，有幸跟我的师父上混下人禅师学习中华文化道统。三界的学员文艺在民国85年的四月就读于大凡寺的第三届心法研究班，已经近21年的师父宗主混元禅师结缘多年来，我从接触道教、佛教到学习易经，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原本只知道说只要努力就可以，后来才知道领悟，光努力不知天运，还是终究要失败。偶然与师父混元禅师结缘了以后，学习易经，才知道大自然的法则是不变的定律，唯有融入大自然，方能趋吉避凶。你相信它，它存在；你不相信它，它也存在。相信宇宙不变的是一个无所生，能够以其无所生。与师父宗主混元禅师协议，才学到一点点的易经，承蒙师父宗主上混下人禅师的提拔，成为易经大学的讲师，才知道宗主上混下人禅师常说的一段话：学亦难，言亦难，解亦难，行亦难，弘亦更难，方知更有努力精进，才能报答师恩、主恩、宗主的恩、父母的恩及大家的爱护恩。谢谢各位，阿弥陀佛。谢谢苏云逸贤士为我们致感恩词。颁发班路干部奖状，请班路干部代表上台领奖。恭请教育部林前次长聪明先生颁发奖状。颁发班主任奖状，请吴素威贤士代表领奖。颁发班长奖状，请王中台贤士代表领奖。颁发副班长奖状，请陈连用贤士代表领奖。颁发
出纳奖状，请林燕玲贤士代表领奖。组长奖状，请蔡金华贤士代表领奖。恭请林前次长聪明先生为我们致辞。我们维新圣教宗主慧严师父，在座的各位贤士大德，各位贵宾，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每年都能够前来学习，每一次到这个地方都能够令人起了非常高兴赞叹的心情。特别是慧严禅师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每年教导了很多的贤士大德来弘法传授易经，让我们的老百姓心情心灵能够更和谐，社会能够更安定，国家能够更富强，最后是希望世界能够更和平。在他的努力之下，的确是造就了不少人才，影响了社会很大的安定。这是为什么师父在2012年呢、能够得到联合国和平奖的授题人选之一。这一点是我们国家的荣耀，也是我们会务的光荣。在这个今天，我要利用这次的机会，非常恭喜我们在座的各位贤士，经过多年的努力，大家分别受证了不同的证书。这一点呢，代表大家过去的努力得到了肯定，当然，也另外一方面也加重了各位的负担跟责任。我们每一个阶段至少要心学3年以上，然后经过不同的层次。事实上，在教育界，每3年，我们大学部正规的教育要念4年，研究所念2年，博士班念4年，也就是大部分平均水准是10年以后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可是发觉我们很多贤士大德啊，接受这个易经的培训都超过了10几年、20几年以上，可以说也是博士中的博士，相当的不容易。在这边虽然也是一种老话，我还是要提醒在座的各位，一定要感谢宗主创办人的用心规划，以及我们很多的功德主他们的用心发心，才有这个机会来兴许这么好的教法。所以在这个教师节的前夕，一方面要感谢禅师的努力用心，也要感谢功德主，也要感谢我们在座所有家庭成员大家的配合。我目前是服务于南华大学，南华大学虽然易经在部分的学系他们有开设选修科目，但是我们还是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也就是易经
的一些宗旨来加以推动。在教育部评选当中，南华大学被评选为国家级的生命教育中心的设立，同时也是被评选为全国大学里面生命教育的典范特色大学。我们也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跟我们宗主以及在座的各位大德贤士来加以学习，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随时来跟我们指导。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利，谢谢。